废旧塑料回收成型设备是我司自主研发的符合环境保护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创新性环保设备。该生产线设备及技术已经获得国家一项发明专利和八项实用型专利，整个生产过程节能环保，可回收利用率高。该技术可回收利用多种废旧塑料复合料等原料，无需造粒或者使用新料，通过进料装置进入塑料挤出机，在螺旋输送的过程中，内部均匀分布的加热装置会充分将物料进行塑化和混合，通过自动化装置输送至压塑成型机器模具中。设备采用高品质西门子控制系统，施耐德电器元件工作噪音极低，运行平稳，三梁四柱结构保证合模精准，同时冷水机和模具连接保持模具在固定温度，使产能稳定高效，平均每天托盘生产仅需3分钟。成型后模具会自动顶出塑料托盘，机械手臂将成品自动取出并码妥，节省了人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每班仅需1人即可管理生产流程。